你们来练这个。我不。砰！不对哦，他指的应该是心理战术。哎，给弟弟。白痴！哎，给弟弟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吗？砰！别动。哎，打了滴滴，打了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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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算被投了畜生球，然后面带微笑。棒！棒！棒！看这样子心理变态，这好难的。我要好好认真的记忆哦。好，我是盖伊，今天呢，很高兴邀请到面白大丈夫。耶！哇，是三剑客本人。对啊，太厚了吧？打自己了。我们站在旁边有种很小吃，对吧？你比他们更厚。对。但只是厚而已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干嘛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呢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喜欢，像是 talk show、三点喜剧以及漫才，各式各样的喜剧，对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。反而健身还好，还好。真的吗？不行吧？我就想学的就是漫才。真的假的？我想要靠嘴巴就可以了。练那么累干嘛？不想流汗，努力了。好，总之呢，今天我们三剑客，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就是提升一点表演的效果，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有些观众看我们演技会觉得啊，道具摄影机哦。对啊。可是他们其实很喜欢吧？虽然说嘴巴上是说啊，道具摄影，可是其实超喜欢看的。那其实嘴巴上的词，其实话剧社还是有分，就是比较高级的，比较高级的话剧。我们今天三剑客呢，今天来挑战漫才，还有搞笑，还有短剧，还有短剧，一个漫才，两个短剧，分别让三位分别分组去挑战一下。而且很搞笑的一个点是，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们三个一起演，后来我发现被衣带开了，我发现没有办法。当然了，要把你们脱离你的舒适圈。我发现没有一个老师在带学生的话，三个学生会出事，话剧浓度会太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都经过了就是专业的指导之后呢，我们就来轮流演出。算是一种小型的成果发表会。没错啊，那是带啊。第一组要谁啊？好紧张。第一组我吗？我先吗？你们吧。啊，那你就先。那波波压轴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。哎呀，那我们先去暖身了。你很想演戏吗？那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们来演一下好不好？我一直有一个很想演的角色。警察。警察？对，而且不是普通那种，是这种。棒！别动！我警察。这种真的是很帅，攻坚的。没错，机会难得，我来演一下。陪我演一下。那我当警察，你当歹徒。我当歹徒。对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好。现在就是棒！别动！有方向，手放在眼底下。乖乖的关灯就寝，束手就擒吧！关灯就寝啊！学校宿舍就要关了。为什么？手电筒啊！不需要手电筒啊！我来演警察，你来演歹徒。我要演警察，我演警察。好。小姐，把你手上的现金。砰！不要动！我警察。警察，乖乖的，把现金交出来。好。不要动！只要按上手上这个按钮呢，后面的医院就会爆炸。太快了吧！这什么警察？什么警察把医院炸掉？不要按啊！你忘了按是这样按吧，没有人这样按的。没错的。这怎么用戳的？怎么爆炸按的？不行啊！我来演警察给你看。爸，不要动！我警察。小心。你都已经长那么大了。我谁呀、啊？我谁？怎么长那么大了？这种傻狗血剧情不需要，是不是？不需要，不需要这种太傻狗血了。好，不要这个，我来演警察。你要演警察。你要演歹徒。看，不要动，警察。我警察。你竟然还没等我，都开始烤了！中秋节烤肉啊？在中秋节烤肉是不是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喷枪都带了，什么带喷枪过来啊？好好当警察好不好？要烤肉，我叫太香了，你是闻到香味才过来是不是？不要在我这儿，我来当警察给你看。好、啊，棒！不需要这种谐音笑话，不喜欢谐音笑话，健身教练不喜欢谐音笑话，不喜欢，讲的太认真了。
时候秀肌肉没用了，门都踹不开，你秀那么多肌肉有屁用啊？假意了，太硬了，门太硬了，这什么？它不是银行金库的门哎、欸！我来一个警察看看，你是警察，爸，不要动，我是警察。他算加入巨匠，我已经变工程师了。你从开始打广告了，你开始打广告了，而且右手来干嘛？我滑鼠啊，滑左手哎，左手你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。黄标，黄标，好吧。见人开一枪，黄标了。那你想要演警察吗？我演警察好了。好。啪！不要动，把手举起来。啪！可恶，我是警察，束手就擒吧。好。乖乖跟我走吧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什么西洋牛仔啊？双枪啊？不对啊，不要把他放了好不好？而且你很会演西部牛仔嘛，警察都不会演，你很会演西部牛仔。对，不行，我演警察给你看。枪，好来，爸，别动，我是啊，哎啊啊，什么不错啊？你穿中枪了，帮我拍直播，帮我拍直播。你团长是不是？起来，照顾我的老婆小孩。团长，啊，是都长得很高，没错了。你机会也差太多了吧？不要讲出来，讲出来才更丢脸，好不好？不要讲出来这么多。嗯，其实我有一个最想演的角色。是哦，是什么？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演一个健身 YouTuber， 你本来就是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厉害厉害，非常棒，荣幸，太棒太棒了。看完盖伊的表演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盖伊在抓西追，像在抓小孩一样，练那么壮，真不错哎。而且他在做门踹不开那段特别有趣。而且那个投降姿势一点都不像投降，在秀肌肉，像要把人干掉一样。但我觉得漫才很难哎，可以这样子演，算是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光是盖伊可以把台词，对，我觉得很长，对，其实台词很长。你在打那个预防针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相信波波 ，OK， 波波。哎，伟轩，这么早我出来练球了。是啊，哎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没有了。我想说，最近校际棒球赛快到了，可是我们球员受伤人数不够啊。没办法，现在想要打棒球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看来只能放弃今年的比赛了。说什么？你是副队长，怎么可以放弃？我也不想啊，不然你说还能怎么办？我们还可以解散啊。不需要，解散比放弃比赛更糟吧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吗？哦，请问你是药师？加入棒球队，你说你想加入棒球队，太好了，老天没有放弃我们了。你说你叫药师对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棒球队的队长，我叫阿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副队长，我叫耿杰。你好，对，是啊。药师，打过棒球吗？当然，目前我都被称作黄金右脚。这个是足球吧？你说看你为什么想加入棒球队？我觉得打棒球很帅气啊。哦，怎么说？每次看到耿贤学长在那个在哪里看到我在棒球场上，你说我送他致命的一球啊，我觉得这种球，这种球好像可以打出全垒打。瞧不起我？怎么打出全垒打？我可是对上王牌投手。对啊，你要看到好像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啊，他都自称王牌投手了。谁自称啊？你就是王牌投手。队长，那加入我们球队要有入队测验吧？没错，我们要先测试你的投球打击。要巴西队长。没有，巴杰队长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测试投球的部分好了。来，投个球看看。我、哦，这是篮球吧？这个是保龄球啊。排球、撞球、网球、桌球、足球，你看，什么球都有，就是没有棒球。棒球的。啊，没错，对，猜对吧？靠，二屁呀！这是龟派气功吧？哎呀，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投球风格啊！啊，那是变化球啊，这个连棒球都不是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持球开始好了。来，对我投个直球。我喜欢你，你跟我摆手了，用棒球投了，好球！好球啊，被这么撞的人告白。哎呦，你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啊！你那么撞，不是为了跟他告白吗？真是，不要被女生告白，谁叫你要在这时候想不容让他误会的话？不是练习棒球的时候还是误会的只有你们吧？哎呀，啊，我看你不适合当投手。不然，药师，你还有什么擅长的吗？我最擅长的是变速球啊！哦，变速球不简单，你真的会？哎呦，
长，这样他只会兴奋归下场而已。学长，其实我还球路丰富，还有个大绝招呢。哎呦，大绝招有哪些呢？附身、爆头、四坏球，这是让球队绝望的招数。我看你不适合当投手，你不然试试看打击好了。打击我更行啊，我昨天得忧郁症的那种。不是打击心理的，用球棒打击啊。不对啊，他指的应该是心理战术。不管面对多强劲的投手，都要毫不畏惧了。你说我这个心态很正确。对，就算被投，就算被打到抽身球，也要面带微笑。这样只是心理变态而已吧。谢谢大家。药师来演这个角色很有说服力，感觉就真的是要加入棒球，呆呆的感觉，天然呆，而且他身上的肌肉感觉就真的要加入棒球社，而且他做那个慢动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说，这个肌肉超级显眼。为什么一直在讨论肌肉的部分？因为我们平常演技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平常这种表演已经看很多了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表演，所以当肌肉拿来表演我们的段子的时候，特别有趣，有一个不一样的趣味性。而且短剧情刚刚演起来真的跟漫才不太一样，就是漫才节奏比较快，可是短剧其实可以慢慢来，因为它在演戏的部分。它戏的部分比较多。对，所以这个好有趣哦，这次好有趣，真的很有趣。波波的会更有趣，真的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蟑螂脚吗？居然吃到蟑螂脚，恶心死了！不是。在 B-box 啊！我在叫你啊！我在叫我，怎么了吗？我跟你讲一件很夸张的事情。我刚刚吃到蟑螂脚。哇，真的是很夸张哎！原来先生你喜欢吃蟑螂脚？谁喜欢吃蟑螂脚？我是在主餐点吃到的。在我们餐点里面。对啊，叫店长出来。哎呦，客人不要这样嘛！快点叫店长出来。Lucky 哪里啊？快点叫。天呀！天呀！店长呢？店长刚是跑出来一下了。好，我知道。店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在你们餐点吃到蟑螂脚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地？他说什么啊？他说你好，我是这家店店长。他不会说中文吗？对啊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都可以帮你做即时的翻译，我都听得懂。你听得懂？对，哦。啊，大家肯定是的。先生，我真的。这位先生，怎么地？你不喜欢我们的餐点吗？没有啦，餐点的部分是很好吃的。安利的法拉克是滴滴，安利的法拉克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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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他拿给你舌吻了，我看得出来啊，差点挣脱不开了。可是为什么？他们的民族比较热情奔放，你说他的餐点好吃，他就想被你舌吻，太奔放了。不过店长，问题不是出在味道，是里面有蟑螂脚。啊，你店长那个肉块咕咕咕，生肉咕咕咕咕咕咕，阿拉爹生肉咕咕咕咕，阿拉爹生肉咕咕咕，阿拉爹阿弥达弥三弥四。他刚说什么？他说真的假的？就这样而已。他刚说超长一串的嘛，他在比什么东西而已嘛。真的假的？他家乡的语言怎么回事？阿拉四。神秘的学问啊，太神秘了。对啊，店长，所以你说该怎么处理？你刚刚说中文。关于赔偿的部分呢？我们全部都不给你。最好是啊，想要给我什么东西的样子吗？301。手机是中文。三三零四幺零幺三八零零幺。Can you speak English? Speak English? Speak English? 英文也听不懂啊，怎么办？算了。Colo妈妈。Colo你妈妈。听懂了，随便乱说的。哦，克里斯玛伯，克里斯玛伯，克里斯玛伯伯，克里斯玛伯伯，克里斯玛吉巴伯伯，克里斯玛吉巴伯伯，吉巴伯伯，克里斯玛吉巴伯伯，吉巴伯伯，怎么了？突然生气。
是而已。被健身教练耽误的喜剧演员饶舌而已。没有，我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难的是他的那个 rap。好，那有任何问题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们今天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